信心，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个信上有美好的证据，我们因着信知道诸世界藉神的话造成，即是说见到的东西并不是由显然之物造出来。阿爸因着信献祭给神，比该人的献祭的更美，于是就得到了清义的见证，神为他的礼物作见证。他虽然死去，但因信心仍够说话。人非有信，就不可以得到神喜悦。去到神面前的人，一定是要相信神的存在和信任神，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好，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，他未见之时令他有敬畏的心，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。他定了那个世代的罪，自己亦承受了由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，去到他将来要继承的地方。他出去的时候都还未知要去哪里定居。因着信，连撒拉他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纪，都还有能力怀孕产子，因为他认为应许他的神是可信。所以就好像从一个死了的人身上生出子孙，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还有在海边的沙一样不计其数。这些人在信心里面死去，没有得到应许的事，只是从远处看到就相信这些应许，欢喜地迎接，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和寄居。讲这些话的人表明自己想寻找一个家乡，他们渴望到天上更美的家乡，神不会因为被称作为他们的神而羞耻。神已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时就献上以撒，因为他领受神的应许，就献上自己的独生子。有人这样说，以撒生的先算是你的后裔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之后，就不肯认自己是法老女儿的仔，他宁愿和神的百姓一起受苦受害，都不愿意在罪里面暂时享乐。他认为为基督受的灵辱比埃及的财富更为宝贵，因为他渴望可以得到神赐的赏赐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令城墙倒塌。我还要说什么呢？有妇人看着亲人从死里复活，有人为了得到更美的复活忍受严刑，不苟且换取释放。有妇人看着亲人从死里复活，有人为了得到更美的复活忍受严刑，
唔苟且换取释放。又有人忍受住戏弄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同埋各样唔同嘅磨练。呢啲人因着信得到美好嘅证据，但系未得到应许。神为我哋预备咗更美好嘅事，要大家都得到，咁先会得完全。